你是来踢馆的？老谢罗啊，老谢罗啊，我唔知，安尼有谢无？你做你做啊，你家己讲诶，请阿姨嘛，老阿姐啊。好啦，请阿姨，请阿姨。小老大，这个人是来踢馆的，他说他。好啦，安尼好啦，安尼好啦。开头配对啊，好配对啊，我来看。好，我来啦吼。再给我滚。中小就好了。够见着未？对，我就好了。你要看他有没有烤焦。哦。应该还没有。 小老大，他是来踢馆的。他说他都不会。哇，怎么那么多？怎么那么大？那边明白，你弄斜的。弄斜边。他那边斜路让他滑下去，对对对对，好，对，啊，对，哎，啊，你堵，哎哎哎，哦，变不来，哦。哦，来，有好些吗？来，这边。 这一片杨学礼接着有人要吃吗？线上的粉丝，叫云天的。这一片有人要吗？要的人出声。好，有人要的。开价，开价。哦，开价，有人说开价多少钱？啊，如果没有，就是云天。请立刻来遇见基木林。哎，来就留给你。压太扁，它就很容易裂掉。子瑜，你们吃，你老公今天叫他来吃。来，这点，这点。不觉得很饿。以后变色之后，摆的变黄的时候就大概熟。看不出来啊。对，你要看一下，要翻，不翻怕烤焦。好了，另外再来。再吐掉呀。 我给老师教了。哈哈哈哈哈！边教的越好吃。然后中间如果是白的，就还没有熟。还没有，中间不够熟哎。嗯。我给你过保证。哦，真的吗？有水哎，水就跑出来了。正常啊，番薯会有水。地瓜嘛，季节它好像比较湿吧。哦，哎，有时候。金山的地瓜好像是八九月收的，七八九。大部分的地瓜。